hey, 兄弟，我是空午饭，我是布莱恩。今天玩什么？今天也是玩吃鸡啊，就是这个两人秀大碗。是的，今天我们不一样的是阵容方面好像有点改动哦。有什么改动啊？你都没有改动。我这个有手感吗？你改了吗？我改了啦，所以你不用改吗？我这个不改了，我跟他培养了感情啊。好啊，这样我就用了这个便宜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我们今天就尝试看讲吃鸡。好了，这样我们就开始吧。那箱子最完美就是这种开局啊！那边两个我打着先，等你过来。是我这里人来抢，光明正大的来抢他们。风景，把他打先。死了！啊，我死了！哎呀，你先休息一下啦，休息八秒。哎，这就是我啊！什么时候就是你？这就是我躲钱拿第二名的麦麦了。哎，熟悉的地方啊！你在这里拿第二名。好啊，叫你躲着拿第二名。哎，十级啊，这个十级啊！哇，你不要在这里。No！还是没人发现你。对，良好的感觉回来了。良好的感觉回来了，原来要在那边躲的。好了，我们就躲一下先，看一下能不能拿第二名先。再去左边那一块，然后再去再左边那一块。好，这就是。原来这个就是你的计划。哎哎，那我先去外面是吗？还是我跟你一起躲着？外面那还有一只大坑吗？我是啊，你这样大只，躲进去我又没有位置了。哎哎，果然是第二名啊！都讲这是第二名的地方。原来是躲这边的，哎我，果然是个第二名的好地方啊。嗯，原来是这个map，这样熟悉的地方我竟然忘记了，忘记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接下来的两场，我们就来躲一躲先。好了，开始我们可以去发育一点。好呀，原来要躲之前也要先发育先。对，你没有吃饱怎样躲棉？这样优势哦。好了，这样有人的话要不要先吃掉它先？是哦，但是如果失败就要跑。没有失败哦，吃掉了。哎呀，那给力队友。好，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是吗？对，就是这个凸起来的草。对，哦，原来就是这个凸起来。第二名的开始点。啊，所以我们先发育了，然后就要躲在这个凸起来的草这边了。对，从这边开始出发是一定拿第二名的。啊，好了，那我就听你话，我看一下能打出怎样的东西来先。我们首先要躲在这个凸出来的草这边，然后要小心一点，就是不要把你的头也凸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要冷静，要冷静啊！啊，这 game 里面呢，很小的草是可以遮住很大的身体。啊。然后你这样大，我这样小，也可以两个同时在同一堆草啦。对，没有错。凸起来的那个点那边啦，但是烟来了，我怎么办？啊，四下无人，我们往前走，来去更小的草。我们挑战越战越小啦。啊，这是极限挑战 ，Part Two。哦 ，Part Two。这样我需不需要出去做点东西这样子？啊，暂时是不需要，因为现在我们太狠了。哦，所以我们就躲在这个凸起来的草这边啦。对，没错。哎，这个不是凸起来呀，这个是小草了。啊，烟又到了哦，我们要跑了。我们就跑过隔壁这个，哎呦我的，哎呦，烟没有了了。你还有，虽然大家都看到我了，但你依然可以躲。哦，因为他这个地图的诅咒来了。对。啊，哎，果然是拿第二名了啊。第二名的节奏了。这样我们继续躲下先，看对方要花多久时间才找到我们。没有错。哎呀，对方来了，对方差不多找到你的时候，棒这个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棒这个，哎呦，哎呀。果然是这个地图拿第二就是拿第二了了，永远爬不上第一的啊！好了，我们再接下继续的躲。现在我们先把右手边两个箱子拿掉先。啊，这一箱大大的发育，也很大嘞。这箱子四个、哦，哇，这样就是大了了。先拿掉先，我们大发育。
我们要削弱掉他们的实力先，所以我们更容易的拿第二名。对，没有错，削弱他们的实力。啊，但是好像没关系，来往下走。好了，这是向南走啊。还有一个我们不要打。但是这个躲在里面呢？他走了了，看见我。走了啊。哦，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要躲嘛？还是要打？我们现在这样高级哦。那我们应该躲的。哎，不要贪心，不要贪心哈、啊。你跑，你跑，你跑。那你看那些人好像蚂蚁这样子跑出来。跑，你跑，你跑。啊，他们这边打就没有人跟踪我们去到那个小草那边了。前往目的地出发，今天不小心小小的 up 了一个级，就来到了七级。哇，那第一站一定要去到啊，你不要直接去第二站啊，那是不吉利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躲这个扑出来的小草。好，那是三三队，我们可以往下走了。下三队，但是不代表我们是第三名啊，是第二名。对了，只要现在的优势很难第二、啊嗯，一定是第一了。怎样第一哦？你去急哦，我没有急哎。刚才我动了的，动一下先啊。三个 team， 来快点，解决掉多一个 team。哎，这时候我们要出发了。这比较低一点点耶。哇啊！在左边这个草也是一个好草。好了，能帮助我们拿第二名的草就是好草。好。啊，来了来了，看见第二名的节奏了吗？就是这样 ，boom 这个啦！哎呀，哎呀，你要 boom 这个啦，没有用哎。成功了 ，boom 这个啦！哎呀，好了，那么这时候找一堆适合自己的草，越远越好。哎，没有地方。敌人进来了嘞，我们守着这个门口。他放熊过来，哎呀，追仙人掌。是吧？第一次。没有啊，分三个 team 嘛，不过不用紧。喂。啊！所有的经验占为己有。你在外面给他射了。啊！来，补多一枪给你，哎，射不中啊！再来多一枪，是不是？完美，完美。又是第 A， 讲好了拿第二名的呢，这么无端端拿第一名了。哎呦，刚刚走错步骤。应该是一开始小发育的话呢，我们就拿到第二名。我们大发育的话呢、啊，我们再躲这个小草，就是锦上添花了。就可以从第二名，天意，对的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。高 B 嘉宾，什么高 B 嘉宾？我们可以从第二名 upgrade 去到第一名。哎，完了啦！完了咯，你还想看咩？我还想看呢，这样应该怎样做啊？那就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啦。黑兄弟的频道？对啦，我们将会在每逢上传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咯，拜拜，拜拜。